我来保护白雪公主，我是来保护贝尔公主的。哎，怎么没人保护我巫婆婆呀？我可是巫婆婆，居然没人保护我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不行，白雪，为什么你有人保护？不行，把你的奥特曼给我。可是巫婆婆，这个奥特曼是来保护我的。不行，白雪，把你的奥特曼给我。你要是不给我，信不信我把你赶出童话王国，让你流落街头去？巫婆婆，本来说我是想来保护你的，没想到你居然这样对白雪说话。现在我不想保护你了，我要去保护其他的公主了。奥特曼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巫婆婆，你只能保护我，我去保护其他的公主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会给你打零分的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我去保护其他的公主，你们会给我打零分吗？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答案，我再考虑要不要保护巫婆婆。贝儿，今天母后带你出去玩耍呀。好呀，母后，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快跟上车走嘛。好，今天母后带你去游乐场。走。爸爸，哎呀，这车怎么打不开呀？哎呀，是坏了吗？啊，谁在打我呀？怎么这么疼呀？母后，这个汽车是不是坏了？要不让你送去修理厂修一修吧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把这辆车带去修理厂修理修理吧。不知道到底是哪出了毛病啊？什么？母后和贝儿姐姐说什么修理厂？什么修理厂呀？他们难道看不见我吗？姜斯师傅，快给我看看我这辆车是怎么回事呀？怎么都打不开？好，我帮你检查。哎呀，王后，实在抱歉，你这个车呀修不了了。啊？为什么修不了呀？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汽车配件坏了，我们也找不到汽车配件了，所以修不了。啊？这可怎么办呀？王后，你的这个车只好送去废品处理厂了。那僵尸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送过去呀？现在我还有点事儿，没时间去。好的，王后没问题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吧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僵尸，我就先走啦。哎，母后，等等我。哎，这个车怎么自己会跑呀？真是奇怪。算了，不管了，走喽。母后，等等我。哎，这车怎么自己跟过来了呀？母后，我是白雪呀。哎，这车是怎么回事呀？车里面也没有人呀，这车怎么自己跟着我跑呢？好奇怪呀。王后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巫婆婆，好奇怪呀，这辆车刚刚我送去了汽车修理厂，现在它居然自己跟着我跑过来了。嗯，真的吗？那我就用魔法帮你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可以按魔法变。王后，最善良的白雪公主吗？我要想个办法把它变得和我一样邪恶。看我的邪恶魔法变。啊，怎么回事？邪恶魔法怎么没有用呀？没有用，那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一辆汽车，让他的家人都找不到他。可以按魔法变。哈哈，这样他们家人都找不到他喽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个怪兽太可恶了，巫婆婆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白雪呀。这个办法倒是有，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呀。巫婆婆，那你就试试吧，说不定就能成功呢。拜托你救救我白雪，救救我的女儿。好，救救白雪。王后还想救白雪，我才不会让他们成功的。就用我的魔法变成三辆车，看他们怎么分辨。乌拉拉魔法变，哈哈，我已经变了三辆车，看他们怎么分辨。他们救不了白雪，我就走喽。啊，这里怎么变成三辆车来了呀？刚刚不是还有一辆吗？这哪个是白雪呀？对呀，这怎么有三辆车？这真是太为难我巫婆婆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王后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巫婆婆，你还是得想想办法呀，救救白雪。好，王后别担心，让我想想。哎，有了，我们可以找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帮忙呀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白雪公主吗？如果是这辆车的话，就发送数字一；如果是这辆车的话，就发送数字二；如果是这辆，就发送数字三。赶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击关注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麦麦的小行家。喂，白雪公主，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。啊，僵尸，你快走，不然我就呼叫呱呱侠哥哥来教训你了。呱呱侠可没时间理你呢，人家可忙着送快递。哈，哼，才不是呢，呱呱侠哥哥是保护我们的英雄，他肯定会来救我的。哼，才不会呢，哼，童话王国的所有人都喜欢你。不行，我要变成你的模样，让他们都喜欢我。黑魔法变。哈，我变成了白雪的模样，你变成我的模样，真是太好了，以后童话王国的人都喜欢我了。嘿嘿，我要去干坏事去喽，走喽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变成僵尸了呀？僵尸变成我的模样肯定去做坏事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处置他。今天约好和白雪妹妹一起去游乐场玩，他怎么还没来呀？那我再等一等他吧。啦啦啦啦啦，呼呼，真好。哎，白雪妹妹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等你好久了。贝儿公主她等我，她为什么会等我呀？哎呀，想起来了，现在我是白雪公主。哎，她等我，我要问问她等我干什么。
贝尔姐姐，我都忘记我们今天要去干什么了。啊，白雪妹妹，你这啥记性呀？我们今天说好去游乐场玩呀，你忘了呀？哦，对对对，去游乐场玩。那贝尔姐姐，我们现在就去游乐场吧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快点，还有佩奇、乔治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呢。走走走，我们赶快走吧。佩奇、乔治，让你们久等了，我们来啦！哎呀，贝尔姐姐、白雪姐姐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们等你好久了。贝尔姐姐、白雪姐姐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们等了好久好久呢。不就等一会儿吗？哪有那么长时间呀？哎呀，跟你们说的，我肚子都咕咕叫了，肚子好饿呀。白雪姐姐，你肚子饿呀？正好我们带了好吃的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都给我，都给我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哎，白雪姐姐，这些都是我们一起分享的。什么分享呀？这些都是我的，我说了算，都给我，都给我，我现在就要把它们全都吃完，我要全部开始吃了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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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这些东西可真好吃，太美味，太美味了。哎，白雪妹妹，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呀？你平时不是都会把好吃的跟我们一起分享吗？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呀？是啊是啊，白雪姐姐，你怎么会这样呀？以前我们有东西的时候都会一起分享的，这次你怎么全都给吃完了呀？哎，贝尔姐姐，贝尔姐姐，我是白雪，我是白雪，她是感冒的白雪。啊，来僵尸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僵尸！我要赶紧通知呱呱侠哥哥。别别别，佩奇佩奇，我是真正的白雪，她是假冒的。才不是呢，我才是真正的白雪，你明明就是僵尸，还说自己是白雪。我还是通知呱呱侠哥哥来吧。呱呱侠哥哥，你快来呀！是谁在召唤我呀？呱呱侠哥哥，你来的正好，那个僵尸还说自己是白雪，你快教训教训他吧。啊？僵尸，你居然这样骗人！看我的呱呱旋风！哟啊，呱呱侠哥哥，我真的是白雪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！呱呱侠哥哥，呱呱侠哥哥，我感觉他好像真的是白雪姐姐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，要不然我来问问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吧。那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我来问你们，这个僵尸是不是白雪公主呢？如果是的话，就发送小红心告诉我们；如果不是的话，就发送666告诉我们吧。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们点击关注哟。哎呀，啄木鸟，啄木鸟，你咋不高兴的倒下了呢？我的妈妈，我的妈妈都出去半天了，好饿呀！妈妈还没有回来，我只能躺下了。哎呀，你饿了呀？来来来，我把最爱吃的棒棒糖给你吧。哎呀，白雪姐姐，我不爱吃棒棒糖。棒棒糖，棒棒糖可好吃了。那是你们爱吃的，我是啄木鸟，我不爱吃糖果，我要吃虫子哟。啊，你要吃虫子呀？我去哪儿给你弄虫子呢？啄木鸟，妈妈回来了。哎呀，妈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饿呀。哎呀，妈妈，给你抓了很多的小虫子，快吃吧。虫子可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啄木鸟妈妈，为啥啄木鸟只吃虫子不吃糖果呢？因为我们啄木鸟呀和你们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呀只吃虫子，就像你们只吃糖果不吃虫子是一样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呀。难怪你们不吃糖果呢，糖果只有我们爱吃。对了，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不知道啄木鸟只吃虫子呢？你们要是知道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哟。哈哈，猫小子，今天呀，你终于被我给封印住了，我要把你变成怪兽。怪兽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依旧还是猫小子。到现在了，还敢嘴硬是吧？就让你尝尝我黑魔法的厉害，把猫小子变成怪兽。哈哈，你现在呀是怪兽的样子了，我看大家还怎么喜欢你。可恶的怪兽把我变成了怪兽的模样。啦啦啦啦啦，猪猪侠，猪猪侠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呀？啊，这里有个怪兽，哼哼，被我给遇上了，让你尝尝我猪猪侠的厉害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，猪猪侠，你别误会，我是猫小子，我是猫小子呀。你说你是猫小子，你就是猫小子吗？我才不会相信呢，你明明就是怪兽，还想骗我。今天看我不好好惩罚惩罚你。哎呀，别别别别别，猪猪侠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呀，我真的是猫小子。哎呀，谁来帮帮我呀？没有人会来帮助你了，今天我就要把你给封印起来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能不能点点小红心告诉猪猪侠我真的是猫小子呀，不然他是不会相信的，拜托你们了。哎呀哎呀，又抓了一个小奥特曼，爸爸爸爸回来啦。嗯，爸爸爸爸，家里面怎么有小奥特曼呀？小鬼小鬼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爸爸呀把他们都给抓来了，然后呀把他们能量全都放在我身上。爸爸，你怎么把他们都给抓到这里来呀？他们的爸爸得有多少级呀？他们的爸爸着不着急我可不管，反正你的爸爸马上就要法力无边了。爸爸爸爸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想假如我被奥特曼或者怪兽给抓走了，你会是什么心情呀？你看你把他们的儿子给抓来了，他们的爸爸肯定会很着急的，要是那天我被奥特曼和怪兽抓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以后我再也见不到爸爸了。哎呀，儿子儿子，你别哭了别哭了，我马上把他们放走。别哭了别哭了，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赶紧点击小红心通知小奥特曼的爸爸赶紧把他们带走吧。